我是千灵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Alora Silver Scrub 无痕内衣，是不是后面就是了，这些就是模特儿来穿着我们的 Alora Silver Scrub 的。在这个照片里面我们的无痕内衣呢是没有钢铁的，不过它可以很好的support。你看这模特，你要内搭也是可以，你要穿在外面也是可以哦。你看它其实是可以很时尚，然后除此之外呢，它又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胸部排毒啦，帮助维持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。然后后面你看它的后面背部是不是它是包裹着的，感觉上好像被人拥抱的感觉。然后你看它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 strap 是不是它的厚度，我本身现在穿着的是米色的 ，OK， 希望公司在不久后会出哈，这个现在是黑色的。然后我们的这一个无痕内衣呢它是科技内衣，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一个血液循环，里面的 condensed fiber 是不是是69.3跟30.7的 polyurethane， 所以是很舒服穿的。整个布料是有那个 condensed fiber 帮助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哈。我们的内衣不只要穿到我们的时尚，然后美丽有性感，然后也要保护到我们的胸部。女性的头号杀手还是乳癌的哈，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它是很舒服穿，很轻浮，然后是很容易的去清理的哈。然后我们布料是不是其实它是很有弹性，可以这样子穿，它有弹性，所以当你穿完了过后是不是你拿去洗了，然后它就会恢复原状，你不会怕你松掉啊。这个要怎么去量我们的这个 Alora Silver Scrub 哪 size 好？可以，这一边最挺的地方是不是倾斜45度？然后就这样子量了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量法是不是？这就是这一边要量两个 size， 就是这一边。好的，这个两个 size 过后是不是你就可以检查你的尺寸是哪一个 ？OK， 然后更多详细的可以询问我。我是千灵。